家好，欢迎收看乱吉他指南。今天要带大家看看 Jimi Hendrix 的《音色秘密》。Jimi Hendrix 是大家公认的吉他之神，在出道短短几年之间就改变了摇滚乐的样貌。他的吉他音色非常的独特，仔细听的话会发现，除了 fuzz 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modulation 效果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 Univibe 效果器。Univibe 效果器在迷幻摇滚中占了一个非常大的地位，原本是用来模拟 Leslie Speaker 产生 duplet 效应的声音，它没有办法被归类在 Chorus 或者是 Phaser 里面。那我今天用的是 MXR 出的 Univibe 效果器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 Jimi Hendrix 的音色秘密。好，那这一集的 Run 吉他指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私讯粉专。这一次 Run 吉他指南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